可爱又青春 SD，Hello，大家好，我是 Rock， 今天我们来玩 Cats 了啊！这个11段远景标赛还剩下几分钟，我们的大魔王上一期的大魔王 Sakura 居然还在，是不是？居然还在，居然排名还在我的下面，他只打了2杯啊，然后他就不打了。现在我是掉到了4杯了，就算我再怎么打也不可能直升了，所以我们干脆就不打了，就掉出这个晋级区，然后就等下一个阶段开始之后，我们来一次直升得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保一次直升了。这个大魔王还是如此的强悍呢，他完全都不出现。好了，这个大魔王待会儿我们就让这个时间把他给刷掉吧，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先还有几分钟，我们先开这个箱子吧，看看赞助者补给有什么。哇，滚轮。对了，我发现这次更新之后啊，这个箱子里开出来的部件整体来说级别变低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以前经常能够开到，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军用2星的段位，开到2星甚至军用3星的概率都很高，现在基本上还在给我出这个金属的部件，所以我就感觉很奇怪啊，像出军用的也只是1星而已，是不是啊？2星的啊，你看又是金属的，按照以前的那种感觉不应该出这么多金属的了。我觉得这次它大调整大更新应该把这个零部件爆出的这个等级调低了啊，非常有可能啊。好的，暂时没什么用得上的，有加成吗？没有加成。然后这个还有3分钟就开完了，我们先打快速战斗吧。车方面我又换了一个泰坦车，大家看到这个泰坦车我装了2个轮子，因为这个泰坦车它的轮子的孔位比较靠上，所以装2个小轮子它也不会往前走的，所以装上了啊。但是血量没有原来那个高，但是为什么还要用它呢？就是因为装2个轮子之后，前面有个小轮子之后有反弹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轮子碰到那个反弹器，这样弹回来的时候还能站在地上。如果没有这个轮子，是用车身碰反弹器，弹回来之后容易被对方的车钻到下面去啊，这是区别。所以用轮子这个虽然这个血量低一点，但是其实整体来说战斗效果是更好一点的啊。我来打一下试试，像这个就完全没问题。我们看看能不能碰上一个带反弹器的，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反弹时候的效果啊。哎，这个打不过，这个打得过。这个是机器人老熟人了，这个名字经常能看到。哦，这个打不过，太高了。这个也打不过，这个也打不过，这个也打不过，这个打得过。哎，而且这个是带反弹器的，这个反弹器我们看一下啊，他弹完了，完了，他好像没机会弹我。哎，他有机会弹我，但是我没机会倒，是吧？这个他血量太低了，我们最好能找一个血量高一点的，是不是？能观察的更，这个我扛不住他2下，这不行，这不行，这也扛不住。这个，哎，这个有反弹器，血量高，我们看看啊，他弹我之后，哇，他弹不着我 ，Oh no！ 来，我们继续再来打，看有没有反弹器。哎，又有个反弹器，但这个我们打不过，我们只能跳过。这个也打不过。这个打得过，但是这个没有反弹器，来吧。好的，好，再来啊。这个也打不过，这个也打不过，这个也打不过。哇，10000多血量都。这个打得过，但是没有反弹器，没有反弹器，没办法验证。好的，哎呀，我们这箱子都满了，这再打了皇冠都浪费了。来，再来。哦，这个打得过，这个它没有反弹器。好的。这应该也是机器人是吧？看上去也像机器人。这个也打不过，这个也得跳过。哦，这个打得过。哎呀，来个带反弹器的，我想看一看呢。这个打过。他的激光不如我的激光，耶！这个也打得过，这也是机器人。Poison 是机器人。这个箱子可以开了，我们来开一下这个箱子啊。来一个，有用的军用部件啊，来一个。来，超级混响打开。哎呀，看到了吗？我说什么来着？就是现在这个部件的等级整体调低了，到现在还给我出4星这个金属部件，我1星的经典，4星的金属部件，5星的金属部件，这还是我自己加了个皇冠的，要不然又是个4星金属部件。这是5星的，但是这孔位也忒烂了，哇，还在出金属部件，我不需要金属部件，4星的金属部件，好吧，工具箱，这个生命值工具箱还行。所以啊，大家应该也有这个感觉啊，我2星的金字塔，我3个攻击孔位，12费我能装下3个攻击的，应该装不下啊，没戏啊，而且才1000多血，我还不如我这个泰坦。好，这个锦标赛还有2分多钟，我们再继续稍等一下，再快速战斗打个箱子，再打个箱子来。哇，标准机器人的打法，一落地就先躺啊。哎呀，打不过呀，这个打得过。唐，哎，这个没唐，哎，这个人叫 Lee， 是不是 ？Rock Lee，
Rock 打 Lee。好的，其实这个 Lee 这个名字也经常碰到，经常碰到他，也是机器人，这个打不过。哎，这个有反啊，这个7900啊，我不能跟他打，打不过他，这也打不过，这个也打不过，这个打得过，但是这个没有反弹器啊。嗯，好吧，冲过来吧。哇，2850以内的血量，我们激光打出来就能秒，像这个就秒不了啊。这个就秒不了，但是可以补一发火箭，咚，就是这个效果。这个可以有，哎，而且有反弹器，我们看它反弹我们的效果啊。但是这个泰坦的反弹器本身我们就不怕，是不是啊？一般泰坦比较怕那种滑头啊，或者是经典前面带个反弹器的，这个比较恐怖一点。好了，完事了。哎呀，萨库拉在我们的下面，萨库拉才2杯，我们4杯，我们战胜萨库拉了，耶！大魔王再见，终于不用看到他了。不会告诉我新一段位锦标赛里面还有他吧？那我就要崩溃了，我看一眼啊，耶、yeah, ，没有萨库拉，太棒了，终于摆脱他了。好，这下我们可以来一下直升了啊，来挑战一下直升。好，对战开始了。哎呀，看这个实力，我非常有希望啊。从第一个的实力来看，非常有希望啊。哇哇哇，上一个段位其实我们也有希望，就是因为有大魔王在。你看，没有大魔王之后，哇！直接可以直升啊，感觉啊，来，直接真的可以直升啊！这些人就像机器人一样，感觉上。呵呵，哦，我这个没问题，他攻击力太弱了，攻击力太弱，虽然血量很高，这都是白送的。哟，落叶斩，好久不见呀，不让落地，就是不让落地。哎呀，这都好简单 ，Yes, so easy， 这个也好简单，嗯，没问题。来，这个也好简单，全都顶不住我一下激光啊！来个2850的，哦，这个顶得住，这个顶得住一下，补一发，耶！他还用金属车身呢啊！哇，好多用金属车身的，实在是佩服啊，佩服各位啊！好了，这没问题了，哇，又来一个，嗯，哦，又是金属车身，哇，真的是佩服这些人啊！好，哎，直升了，这么快就14站了啊！好，直升，传奇火枪。普通货箱，好的，来吧，开货箱，军用三星了，这下不要再给我金属的部件了啊！我已经军用三星了，再给我金属部件就说不过去了。超级货箱，哇，说什么来什么。哦，原具，哎，我原具应该有两个不错的原具了，这还是这车身不行，叉车也不行，哇，还来金属的，推进器，这推进器不错，哎，轱辘轮也还不错，滑头。哇，少一个攻击孔位，但是多也没用啊，它只有9费，嗯，这也没用。好，看起来都是没什么用的，就那个抡具和那个推进器可能不错啊。好，我们马上这一段位再打一下吧。来，没有萨库拉吧？没有。来，哇，这一段位，哇，不过可以，这个可以，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啊，耶，两胜，这个也有希望。完全有希望，激光耶！来来来，哇，这个也有希望，也有希望。我攻击力比他强，耶，拿下。然后这个哇，也有希望哎，哇哇哇，虽然打不着，但是激光足够强力。这个也有希望，哇，我每一个都说有希望的话，是不是就直接晋级了呢？也有希望，哇，太棒了。我这个啊，这个可能需要补强一点，但是赢了耶！5200都打过了，哇，这个攻击力好强！完了，我扛不住一下吗？我扛住了，呀，太棒了！哎，这个也能赢，哇，他这把火箭打哪去了？打飞机去了，耶，赢了10胜，哇，连胜两段可就帅了，哇，连胜两段，我要连胜两段，耶！不错，哦，这个，哎，这个也有，可以一发激光干掉，真的要连胜两段了吗？有了，耶，连胜两段，看来我们那个上一个段位被那个大魔王压制的太久，所以大魔王一不在之后，我们马上就释放了。哇，传奇火枪，哇，今天运气超棒啊！来，军用四星，呀，连胜两段，好，小猫头吧，好，传奇火枪。哎，两星的经典呢，孔位不理想，
距今加100%的轱辘轮儿。我之前有过一个加距今的吧？哎呀，不对，我有个加金字塔的，我没有加距今的。哦，好可惜啊！而且这个轮子有点大呀，轱辘轮。可以开出两个传奇部件来啊！一个传奇货箱可以开两个传奇部件，但是这个车身传奇车身没什么用，传奇车身一般用处不大。不过四军用心了，3547，四军用心才3547，这有点菜呀、啊，这确实有点菜呀、啊。啊，三个传奇部件，一个传奇货箱开三个传奇部件，滑头加100%，这下滑头无敌了。我只要再来一个厉害的滑头车身，我就无敌了。哇，工具箱生命值，哇，三个传奇部件，我还是第一次啊，非常的棒。来，先打一遍啊，还在旋转玩家，那我赶紧先梳理一下我们这次的传奇部件啊，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发挥起来。来来来，这下我有两个加滑头的了，100%。等，我们看一遍啊，这个加滑头100%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滑头，两个滑头，一个浪板，一个巨鲸。两个滑头，一个浪板，一个巨鲸，还有个金字塔的，对，这还有个金字塔。那现在滑头有两个，我要是有一个好的滑头车身的话，就可以起飞了。但是，这个滑头车身不好啊，没有可以起飞的滑头车身呢。没有可以让我起飞的。哇哇，我现在急需一个滑头车身，厉害一点的。这些都太低了，太低了。哎呀，这个没有推进器孔位。巨鲸现在我有加100%了，是不是？但是这个只有一星啊。我现在星比较高的就是那个钻石，但是我偏偏就是没有钻石加100%的。可能到目前现在这个状况，还是我们这个泰坦最厉害。虽然没有泰坦加100%，但是也好歹赌出了一个泰坦加60%啊，是不是？那我们其实再先打一遍吧，这个锦标赛先打一遍。这个，哇，这个，哇，这个差一丝。哎呀，这个呢？这个应该可以吧，我想可以的。然后这个，哇，这个不行，2700啊，太强大了。不过我能顶他两发的话也不行，他4000血量，我激光打出来也秒不了。哇，这段位整体很强啊，我们可能要稍微再攒一攒了。这个居然赢了，可能要稍微攒一攒了，这个赢不了。哇，太强悍了。我们这有个辅助孔位，可以把他们弹飞什么的，这就好。哇，这太强悍了。太强悍了，6200都来了，哇，打不过。这个有的一拼，它是那个电锯啊，电锯像机器人似的。这个没得拼。这个完全可以赢。哎呀，还得，哇哈哈哈哈，服了，我居然败给他了。Oh no， 我要换车身，耻辱啊，我居然败给他了。太耻辱了，居然败给那么一个这个车身。哦，我这个呢，我这个赢了，最后时刻赢了。这个可以一拼。这一发激光为什么是你发不是我发？这个没得拼啊，但电钻是吧，其实还差一点点，激光再发出来就赢了。我只拿了5杯啊，这一段位太牛了。这段位我们得赶紧开箱子啊，这样我再打快速战斗攒满这个箱子，我们再开个箱子看看啊，有没有比较好的。哇，黄金都给我刷出来了，不用刷这些、这些可以有。我打到，哇，又打不到了，我一会儿打到，啊，好险，吓死我了，一会儿打得到一会儿打不到的。好，我们再打40，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可以。Edison， 这也是机器人呢。Edison 你好 ，Edison 再见。来，这个可以有。哎，又是老熟人是吧？上次我记得哪期节目里面我提到过这个名字是吧 ？SH Rock， 啊，不是，好像不是 SH Rock， 这个不一样吗？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应该也是机器人，我相信。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标准的机器人动作。好的。好，99胜，再来1胜，上100胜，这个可以有。好的，标准的机器人动作。好了，100胜，我们再开个箱子啊，一定要来到一个军用四星的滑头车身，我们就有希望再直升了。
军用四星的滑头车身立即打开。军用四星的滑头车身啊，大脚轮不要。我原距确实现在不错哎。啊，推进器已经有厉害的了。军用四星滑头，哇，反推器。好吧，我的军用四星滑头车身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没有加成，好吧，我要等着再开这个箱子了啊。这一段位锦标赛又是非常的艰难啊啊，可能没有军用四星的滑头车身的话很难了。不过今天的好消息就是这个用一个传奇货箱开到了三个。非常有，不是三个，开到了三个传奇附件，其中有两个非常的有用，是吧？一个是加滑头，这个加滑头，还有一个是加这个加巨鲸啊，这两个应该是以后能用得上的，非常的棒啊！我们现在就缺一个比较厉害的车身了。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